个年轻人就需要出去锻炼。我非常高兴今天啊，那个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，为我们中国人，为广东、为广州副医院争了冠啊！所以也是你们实至名归啊！这个也就是什么，感恩有你，山河无恙，谢谢你们啊！谢谢。更多新闻，下载北京时间 APP， 每一条新闻都发生在北京时间。